是不是很想滚到那个回归球、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。没什么，我以为我没有这颗驴子下去啊。对，它尾巴会打人哦、喔。哪只龙尾巴不会打人？你跟我讲。死了。好，我今天台不知道会不会卡，因为我怕跟上次那个一样卡。你说你开那个吗？因为我发现它 OBS 里面有两个伺服器，我上次是用另外一个，现在要改回原本的，那、所以会卡，我再换回来。最近顾及率超级低耶、欸，就有人都不来看我台啊，然后多赚钱什么的啊。选我都有挂台，对啊，因为 你想知道我现在进度如何啊，在做什么事啊，都想偷偷调查我，不调查我，观察我。干嘛？现在都拿大剑是不是？好啊。我刚重配了一下大剑装，我想试一下伤害而已、啊。Oh. 我等下要重配，我这个是随便配的。安安，因为他们直播还开，所以是打完了没有？还没啊，他刚死了。我在看呢、啊，我还在看呢、啊。我说你的直播怎样？你不是说你会卡？你现在会卡？我说你怎样？你不是说你会卡在你 DC 的直播可以关啊？我说你的，这是两码子的事哎、欸，这是两码子的事哎、欸。我是说伺服器会卡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说你快死了，你快死了，你快死了，你要不要出来了？你压票压也没有用了，跟你讲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就是会死出来啊？为什么？我不会死出去。哦，你穿这种装备还会死成这样子哦？我跟你讲，你刚好狩猎到的那只灭尽龙，可能等级跟你是一样的，跟你一样笨。哎、欸，对了，秀秀，你知道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吗？嘿，他把紫斩都快被用到蓝斩。对啊，那你攻击在哪里啊？在不磨刀啊？不是啊，重点是他攻击的地方，如果不是那种弱点部位的话，不会掉很快啊。安真的假的？还有这种事哦、喔！下午好。哇哦，你是说这个直播、喔？好关我关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才发现吗？因为你讲的话我都听不懂啊，就跟你都不来看我台一样啊。我有看，没有？就是那我昨天玩什么？玩了，我忘了那是什么啊？什么是什么啊？已经直播了大概七次了、喔。是五次，可我不知道那游戏啊。什么游戏？麦块，你不知道是什么游戏？昨天呢、欸？昨天我玩麦块哎。他说，他意思是说你麦块结束玩上的那一款。那个我也玩了大概五次了哎、欸，很久嘞、欸。可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啊。完了，他从第一集就没看了，所以他都不知道。好了，开装啊！你们到了、喔，到了、啊。只有你到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以为是要打黄瓜哎、欸。我想要怎么每个人都在这边跟我说要开撞？我想说有一个说要撞，我想说就只有你们，就只有我被丢在帐篷里了。黄瓜不要！哎、欸，超过十分钟了，可恶！不用秀了啦，预秀，羞耻！哎、欸，你撞过了没有讲哦、喔？我刚刚说我撞啊，我说我撞了啊。来，请证人，你有空就看一下记录档，你的声音真的是不能怪我们听不到。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还有回应我，我想说我有啊，啊，我以为你没有撞啊。我确定他有讲，只是我没想到他那么远。啊，我想说有听到他在哀嚎。我拍了两下，我要被撞死。不会啦，我可能会死。你超欸，欸，你怎么抢走了？完了。
我卡车，我卡车。哦，欸、他自己倒了，快哦。应该是我刚才那一刀吧。啊！啊靠！要被你锤倒了。关我屁事啊、哦！我的续三没续到啊。续三是他自己滚走了，不关我的事啊。跟你讲没用啊！没用了，九百！你还在装哦？啊，所以你人好了、哦？啊？哈？血量好了、哦？我血量好了。模组啊？我没有开模组啊。换你怎么说血量九百？他说打出来伤害吧。啊，没有，他剩九百，他剩九百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剩九百、哦？你没抽，你没开的话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不是啊，他是血量啊，我不把他当魔族，我把他当辅助机。哦，白痴哦，就是啊，他在找理由，假装自己没开外挂。哎、欸，他不算外挂、啊，他是外面装的软件都叫外挂。哇，那怎么叫外挂？外面挂的东西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黑瓜来了，好吧。那什么叫白痴？我以为你不是白痴啊，但你是啊。你看，有人在说：“哎呦，盘西走那么凶，那个靠北文章是不是你泼的？”你讲的。发文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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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不是这种的，我没有。你有话都直说，对不对？那篇发文可能就是秀秀发的，没有人。我没有。你就是这种人啊！你都是背对着我们在讲一些有的没的啊！你有开台哦。我没有，我会正大光明的进来跟你说啊，你有在开台？没有，那时候已经开了，开很久了。好像也是呢，好像也是呢。我都进来直接问你的啊，我不会在背后说了，好不好？你都在闯是吗？有啦，啊、他都会闯进来骂一声干，然后你再跟他讲说他在开，你在开台这样。看你在开哦、喔，老夫讲的好像是他有人会看哦、喔。没有，我靠。我看的是你自己讲的，不关我的事。还没死、欸，我没看到骷髅头、欸，我捡一个字。我也没有看到啊。欸、拿了刚才丢的，我说他可以抓了。他不在吃牛排吗？可能吃牛排的刀叉，刀叉去压到那个他的滚轮，他的肋标杆。怎么了？他走了，然后嘞？怎么了？刚刚还被推。我也好想要叫富喷打牛排，我都没东西吃。不是，等等，为什么我的 YT 没有跳动？飘飘飘飘飘！我滚！我走！嘿嘿，嫩啦！嫩啦！哎、欸，他给撞！哎、欸，结果是狼二下去，对啊，狼二，我也是你跟狼二一起下去。怎么可能？我谁、啊？我要证明，我真的看不到通知。这不是重点啊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。哎、啊欸，我都是看那边通知在确认有没有人。那个之前酱油萝卜糕就讲过了。讲过什么？他看不到通知啊，他没有接收到通知啊，然后。现在都是要点进来确认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会改那么机车？就很奇怪啊。前台会、欸，这怎么喷？这怎么喷？这喷什么？哇，超邪的，刮黑喷！我操，真的刮黑喷！刮黑喷！黑刮喷！我滚！黑刮喷！黑刮喷！我被咬了！我帮你补！我会凶啊！我超凶的啊！怎样？那边帮我补血的时候不用补了，我就是凶这样子。那我原本是想要打什么、啊？我就想是被骂。你打、啊，你就是要打、啊，就是缺你这种人啊。我就是欠骂。我就是欠骂。我就是要被骂。没办法，就一大堆观众喜欢被我骂、啊。搞得好像我真的是抖 S 一样。是吗？他不会跑过来吧？我记得你是。让你说啊。没事，他会把他咬死啊！就捕获任务吗？那很久了耶，很多很久。
说就是你被说你是黑光卡。我觉得师傅感觉啊，你觉得重配后伤害比较低啊？我啰嗦。哦哇哦哦，黑光黑光。爱莫乌龟哇，打麻将打麻将，等下第三次也出现打麻将啊，打麻将打麻将，三 K 一，我不要打了，好可怕！哇，杰超怕了，杰超怕怕，有输过没怕过？好，一起死，上去吧！我的小宇宙啊，我被头变成黑瓜，啊、等下那个Happy Metal。啊！我骑到了，我骑到了，骑到了，骑到了。好，我去找。你怎么骑的那只也怪怪的？不是啊，我把它骑走啊！怎么了？有骷髅头了，骷髅头了！有有，他跑了，跑了！快抓，快抓！我想在他背上，我想在他背上，快抓，快抓！我想一直在他背上。浪二，浪费一个陷阱。他倒了啦，哭啊！我又在追他了，这里了。为什么你们要打这只后面？啊？是？没有，我在看那个有延迟的画面。可是 DC， 不 DC， 他没有在看我台啦。外地啦，外地呀，外地。入山虎，哇，一张票哎。哇，两个。超新，超新，超新珠，超新，超新珠也太强了吧！一个地方会有三种大型动物吗？二到三啊，理论上最多是三只啦。啊，有古龙的话就只会有一只，有例外的啦。嗯，有例外的活动任务。哇！好什么？我们继续，我要先快去记得录影，上传 YT 给我看。顺活动跟对，就是活动。要上传 YT 啊，不然你要上传这边哦、喔。我看。那我想列一下雷朗啊，就是活动的那个雷朗。哦、你说挖赚钱呢、喔？还挖？我缺雷朗票，我还没找到。哦。雷朗票可以做什么？外观。昨天跟你讲过了，做外观。啊、哦，对不起，他就没在听哦。可我不知道他长怎样啊。雷狼龙嘞，用不是啊，刷金蛋雷狼票做出来的那个，我有打过那一场啊。可我们没有雷狼票的东西，不一定会有。会有，他不是保底一张哦，有个你保底，就跟 SP 票保底巨大也会有啊，特大龙脉炭。啊，他就是炭治郎啊。炭治郎 OK， 炭治郎，等下叫他炭治郎呢，也没有错啦。炭治郎是什么？炭龙脉炭的炭，雷狼龙的狼，雷之呼吸，没有啦。哦、雷狼龙的狼，今天只到十点，那个哈基团团他们要露营。时间到十点，雷狼龙票吗？对，他可以做几个外观呢、啊？三个吧，好像要做三种东西吗？忘记了。两个外观，还有一个是什么视频啊？不然还是三个外观？三个外观吧，一个就是、哦、三个都外观，机械贵族，然后还有什么金吼吗？然后还有啥忘？那个、哦、对，还有龙耳朵。龙人耳朵，没错。
有一张都还没打到、哦那個啊。龙耳朵的外观你可以做啊，你就不会跟我抢了啦。我不会用那个耳朵啦，你放心，有兔耳就不会用了。我会跟你抢了，你可以去做了，你可以当个妖精，小妖贱货，对吧？我要讲什么？我靠！我靠！一不小心就讲出来，哎、欸，他小好小、喔，对，略小，他真是保底大小。今天去打路人的最小更新、欸，哎，你敢相信？最小更新？对啊，这个我有的。有什么？那个啊。雷囊龙票的那个耳朵，那就好了、啊。只有这个吗？看那边好努力哦，哪像我们？是，我们也很努力，好不好？讲什么鬼话？我很努力啊，对啊，我们很努力啊，没有错、啊。吃核桃，吃核桃，哎、欸，他不吃哦。不，等一下，那边的人很努力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在抓东西，他们在输出，跟你一样。那你又不看了？哦，我在看你们说的那个票可以做什么东西。可是没有萤火票。吃核桃。核桃。核桃皮。核桃哎、欸。太硬了。哎呀，我要等过头了。哎，可以撞，可以撞。他真的超容易撞的哎、欸。他感觉就是有白短哎、欸，就是让你捡空的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。而且也只能拔一下，那撞一下。王子准备。OK 了，去边了？你看，好了，还在土豪里面啊？你就让我一把卡我，没了没了，不能抓了。还有还有，我还有。算了，他让我想，然后没空，敲晕了，没了。至少来几次？哎，有个月，狂野的，哎呦，我现在挖掘僧。这套没耐虫、啊、哦，对，那套没耐虫。你可以把一颗拔掉换耐虫，把一个攻击又拔掉。OK， 又黄了，好快哦！他只要脱离那个状态，就会再黄一次。哎，打到手。
骗我。哇，您着实好梦啊。我操我操我操，不要再抽了。抱歉，我真的有耐抽。哎，我急转嘞！哇，不知道谁跳飞我，我就骑乘了。我啊，我刚刚在打你，你知道吗？高腰。哎，等一下，连往我这边撞两次了。我刚刚起码打了你三次都密死吧了。赶快捡个道具喽！我还想到那个大剑没事接技接一个跳飞是在接杀小技能的，原来是你高腰。还是要死了、哦，我要死了、哦。丢了五，好像不动了。哎，不是说抓起来比较多对、啊、多东西吗？要等狼儿啊！哎，既然是要等他抓吗？啊，我被打飞了。好了，我的结霜一定很好看。哎，掉落物在哪里？在这。哦，他。下一个掉落物，嗯，他好像捕捉起来都有一个掉落的样子。来看看，哇哦！不由得一次两张票，是的，没票。那我差一张票。耐冲四把，然后礼拜五有黑轰吗？黑轰有黑轰票的，黑轰、啊、哦，礼拜五有黑轰，没人想打的魔物之一吗？对，当天耐冲叫什么？就耐冲，胆怯吧。对、啊，我先收胆怯。哦，你说技能名称？嗯，或你说主旨？倒数四或五啊，票。哎，温泉金猴是温泉金猴票啊，不是温泉猴啊。哦，温泉银猴啦，抱歉，没事，我看到了。我就要倒数四五页，什么？啊，你不是要找那个胆怯吗？那倒数四五页，请问是前面一二页还是后面啊？我不直接讲说第四、第五页就好了。哦、你知道倒数四五页，我要从倒数开始，一二三四五，哪里呀、啊？没有啊，字太多了，找不到啊。倒数第五，第五不就倒数第五页啦？第五个页啦，第五个页，耶、yeah! ，有吗？最后一个啊！哦，减轻胆，白痴哦，没事。差一张票，差一张票，我要个真气蛮难的。啊、放治愈珠就完事啦。而且我还是穿那个地址，白痴哦。啊，我怎么放消极？还想捡两次啊？不是啦，嗯嗯，刚才配装啊，哎，走错洞，往后。
Hello。猫的御神签，好御。我穿隐身衣装，从头剪到尾。好呀。那狼儿加油了哦！三个白痴在那边剪，狼一个人在打。不融化而已啊，不中。嗨，网子都装好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新的我，不中。那群有钱人都不打。有钱人，我穷。我说那群有钱人都不来抓。哦。怪怪的，你才怪怪的！我疯狂被打断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哇，掉下来两次哎！快快，我网子都准备好了。好啦，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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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哑铃哦。哎、欸，我捡到特大龙脉枪嘞！没捡到嘞，黄了。就重讲一下，我要心理准备了。哎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，完了！吓死我！想用网子断他，我怎么可能呢、啊？你的网子装刀片是不是？有啊，网子有倒钩，就怕鱼跑掉。那边哪、啊、有在抓你尾巴啦？用姜抓的鱼肉都不好吃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差蛮多的。不是、啊、因为那时候是用鱼叉把那个。是怕鱼挣脱掉。鱼叉跟用钩用网子勾死的。差超多的，而且价位也有差。你用鱼叉叉死的价位比较高。那、啊、当然啦。对啊。在干嘛？而且口感也有差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要坚持练你的超虫棍？那、啊、怎么不练了？有啊，可是我看他们玩大剑啊，哦，你就跟着玩大剑哦、啊，啊，所以是你们害的啊、哦！
我玩长枪，你怎么没有跟着我玩长枪？我没配装、啊。我也没撞到，是我。飞好远了，好久没看到这个了，哇，很久没玩了呢。最近被斧头带坏了。真的连续错，爽，爽。斧头撞完装，打劫。先进准备好。啊啊啊！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还可以撞一次哎、欸。啊，还可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等一下就红了。我想说他拍两下，应该没了。哦，对啊。不是你，是我，不是我。你失恋了？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你是妹子吗？你是妹子的话，你来找我也怪怪。一五三四更小了。我没显示哎、欸。那表示你更小啊。讲什么话、啊？那共产会？哎、啊，你就比较小嘛。你有遇到更小的啊？有遇到更小的，刚好有。天哪！抱歉，现在才看到你，你还在吗？还在打个字。你是抽卡抽不到你想要的男人吗？有可能。可以打别的了，可以打别的了。看要继续刷龙脉坦还是要打别的？我是挖珠子之类的。挖珠子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看你啊，看狼儿啊。还是狼儿缺什么要打的也可以啊。跟你讲说黑龙和那个冰咒了，要打冰咒也可以啊，反正冰咒飘回去。他说：“啊，真的吗？那我打。”啊，不然最后一场啊，都接。嗯，最后一场啊，反正他票都压了。那你的牛排吃完了没啊？怎么可能吃那么快啊？他是一个喜欢品尝美食的人。区区一个牛排是能吃多久？他也不带了，那位失恋的雪兔兔。真祝福你找到更好的框子的台让你挂。这个台不适合你。天哪，我还讲干话。然后不知道对方年纪多大，如果是那种国小国中的，啊，孩子的爱情，
呀、yeah? ，我国中也讲过天长地久啊，还不是被甩。哎呦！我以为他会砸到你，可恶！我刚好喝东西下来，喂，好去，哇塞，预备！我记得狼儿不是也缺钱吗？你说现实吗？我现实也蛮缺的，然后狼儿怎么都不抓，沉迷输出的人，沉迷输出的人。输出比较重要，讲什么鬼？钱比较重要。对啊，你输出赢也只赢这一场而已啊，那钱是可以带走的啊，数字带不走。伤害是带不走的、啊，钱不会背叛你啊！输出只有装模组才看得到啊！要跑回去了。下面游戏分类是神鬼预言二，哎，魔鬼东西，我等一下去调一下好了。好了，对，好。狼儿，我以为狼儿要挖嘞，不要沉迷输出了啦，这些都是钱嘞，狼儿。我挖完了，我挖完了。反正算了算了，他永远也是他也是另外一个秀秀，都不喜欢听我讲话。他给你个赞，我就烂，我就不挖，我就不挖。哎、欸，秀秀在耶、欸！我以为你是关着音量。转圈圈，好呀，跳喽！哎、欸，这次是真的撞到我了，之前也是啦。我刚没看到你，抱歉。虽然之前也是一直撞到我啦。没有，之前那个不一样。那个是好吗？你不能刻意去装那种没有行车记录器的啊，是忘了开而已。不然通通我就打个魔物小剧场，吃下有人肇事之类的标题。看抽断了，帮你弥补一下好不好？没有大龙脉炭都是假的。等下打完快送一颗，等你呢。没有特带龙脉炭。那个你也有啊，你造势我，你还可以拿到龙脉炭，你这样合理吗？你跟我讲。不是啊，可能你也有部分责任吧。没有啊，为什么我有部分责任？我就在前面停红绿灯呢、欸。两边都有部分责任、啊。我在前面停红绿灯，你撞我哎、欸。是啊，你就是应注意为注意啊。不是啊，台湾的法律就是这样子啊，厉害的。还没绿灯啊！哎、我敲晕他了。哎、欸，他刚跳起来被你晕下来。对吧、啊？那这是肇事责任啊，我在伸懒腰，然后后面一个机车骑士往我撞下去，我挥到他，那谁的责任？啊你不能在那边伸懒腰啊？不是啊，我在人行道伸懒腰啊。他骑人行道太近啊，干我屁事啊！这个怎么算？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个应该是砂石车吧，然后就是把那个什么放下来。啊什么？哎呦，哦、特大龙脉炭！哎呦，你看，有了，有赔到了吧？那你不准拿到，你拿到我就生气。我还没拿到啊，就是真的。你等一下捡到啊，你会捡得到的、啊。不是在地上捡到的，阿红呢？哎呦，阿红啊！哎，我捡一下。哎，我捡到了。棒，棒，棒。在干嘛？
秀秀。我有爆头，妈的！我在学秀秀，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他的存在。我会有秀秀同居。他输出比较高。哎。哇，又敲晕了，好开心啊！哎，又晕了一下。哎，可以撞。哎，可以撞啊！你撞啊！等等，别烧了，太痛了。啊，可以撞了。我的还你的道具，因为它是陷阱跟陷阱之间不能放太近啊，所以要拆掉才能放隔壁啊。如果你放歪的话，我说那个怎么会有回道具箱？我自己都没什么感觉。三张，为什么是投射器好？丢太多石头了。我没丢石头哎、欸，只有原弹发射而已哎、欸。飞行员走。OK 给哟。别走。给哟。OK 给哟 ，OK 给哟。还是想不透，有人竟然穷到只能卖空瓶，天哪！一个一块钱一个，一个一块钱还很大声的跟我讲出来，他有一块，一个一块钱比现实的回收还少。对啊，就像你知道吗？你去随便挖个矿去卖掉，都比一个空瓶还要贵很多呢，一组空瓶。然后叫你去挖龙卖炭，就是因为可以蒸汽机这些压一压，你卖掉的钱还更多呢。好可怜啊，可怜啊，不然你抖内我台币，我带你去刷地台、欸、你要刷珠子吗？我们互利刷珠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都可都行，没有互利关系，我从你那边拿一点点东西，你从我这边拿一点点东西。 What？ 你竟然变态啊。哦哎呦，我昨天还说有缤纷色彩，又可以卖大鸟龙鱼、哦、他还昨天说白痴哦、喔。对对，他昨天有说这个白痴哦、喔。大鸟龙鱼说要刷缤纷色彩，开始空卖大鸟龙鱼，真的很猛，厉害了。如果你是看到大鸟龙鱼，就已经开始有点害怕他了。好，安安，哎、欸，你们太阳饼都怎么吃啊？
用嘴巴吃，很会掉粉欸。我觉得那个无解，因为他你就算不还没咬下去之前拿起来，他就已经开始掉了。对啊，就只能底下放个卫生纸啊，我都是底下铺个卫生纸这样子。你闪吧，你闪吧。还有了吗？你直接闪啊！我放好就下来。哎、欸，我放石头了哎、欸。我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直接哎、欸，我可以按住哎、欸。可以啊，太棒了吧！不行啊，太远了啦。为什么要用闪的、啊？闪的他会直接注意到，然后就跑过来。哦。哦不。那、啊、你放石头，有时候太远他不会看到。刚才他是太近了，那个，哎、欸，你看他可以再尝试。我在闪，在那个地方。啊，完全不鸟你。我没带成功弹，我没带成功弹。零滴血。你打到火上啊，他不会理你。啊，有了，他生气了。阿、啊、杰跑过来吧。有了。哦，最后赢了，好吗？哎呀喂！哦，你来！我中下，我中下。啊！我被中下来。哦。我刚刚没有穿不动又上去。啊，歪了、欸！太歪了吧！还看我转？哎、欸，还可以！我来了！我来了！我有讲，我来了！坏掉，坏！他在说他坏掉就算了啊，再买嘛，干嘛、啊？还给我？你没事在那边干嘛？就会坏掉。不是、啊，跟外交是不要撞嘛。断了。你看它坏掉了吧？坏掉了，白贴嘞。哦。我刚刚其实没听到你说快坏掉，我是听着说快点，快，超超了，哈没事啦，没事，小事，只是差了五六千的输出而已嘛，小事。一人一回班那么短，这都能找到。啊，太早了。古龙的大宝玉。啊！起来！哦，好爽，两千！啊，没事，没有。哎呀，可以撞了。要去哪里？啊？去哪里？
轻起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撞不到吧？太远了吧？啊，还可以一次嘛？我以为会有人接棒啊，我哪知道接棒的跑去玩车子了。是啊，接棒的一开始就没有说要接了。这是默契好吗？我的眼神都已经瞪你了。哎，等他，我在逃跑。好，哇，他玩逗猫棒哎。没撞到。我伤害你是撞人还是撞他、啊？我真的是要问。我在撞人啊。我看起来像在撞他哦。我很努力在看啊，我在思考啊。为什么 Bobo 都被欺负？ Bobo 被欺负，怎么讲？他就欠欺负啊。就是有些人就是有一些属性，你知道吗？会激发，就算他不是 S， 也会激发你去骂他、抢他。然后这种人就是被骂又很开心，我你知道吗？不骂他他就很难受，骂他他很快乐。自爆啦！你知道不骂他是对他是一个折磨，骂他是他会享受，所以我在牺牲我自己骂他。他都讲出来啊？什么东西？某臭吗？不是啊，臭不是 M 啊，臭臭单纯只是他白目。好，我不讲话了，不讲话了，不要打我。仿佛听到这个说，哎、欸，他可以抓了。不是啊，就私下我们其实是真的很好，只是荧幕上面有些所作所为很白痴，才会僵了一下这样。是啊，就是因为很好才可以僵啊。对啊，像你看我其实讲真的哦，我很少在讲哈记西瓜嘛，然后就是团团音乐哈记小雨，我其实很少在。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刁，就是找不到破绽，你懂？有些讲话很好笑。拜拜，帮你报仇。哎、欸，来不及了。没有，根本。啊，我输了。来反，他反制回来了。欸、拜拜。哎、欸，没有了。嘿，有啦。很的，怎么不知道？我还是要帮他讲话。他 M 归 N， 我跟你讲 ，M 归 N， 三颗痛，跳又降出去，但不会去踩到他的底线的。这有些开玩笑归开玩笑，他底线还是要注意。对啊，他有时候。玩笑过头，连朋友都做不了，会很尴尬。毕竟这个圈子就是这么小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。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。对啊，猫车说翻就翻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 mod 是，你一猫车就哒哒啦哒哒哒，那好想装哦。我就怕有版权，欸、没有装。刚刚说什么？他说他打，他说他打。我高兴啊！看要继续刷猪还是灭那个冰咒龙？冰咒龙啊！波波跟谁？波波跟谁都他谁都爱啊！冰太太可以啊！啊，谁是冰太太？就冰咒龙。冰咒龙是太太？他设定上是你。哇，他好会扭。
欸，为什么不能播广告？完蛋了，完了，不给饭吃，我去厕所下。欸，我 F5 就好了，来吃个广告哈。厕所。星座王吗？对，好。好险，进来！张爷，我奶吗？我是带底的，他应该要奶的。哎，你拿什么？那什么意思？有人要补是不是？啊就是、他问说，然后问说是他要奶还是你要奶？我奶啊，我奶啊，我奶啊。他在哪问呢、啊？游戏？游戏啊？他打游戏，游戏内的那个大师。他可能还在吃那个牛肉比较硬，还在嚼。哦，全熟、哦。哎呦，他既不知道为什么人叫西瓜会打底线 kill。不是啊，那就是人家的底线了啊！你今天一个好朋友叫你白痴，叫你智障，叫你低能，你可以啊啊！可是今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突然叫你智障，你会开心吗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像我跟秀秀手才会叫他白痴、低能之类的啊，他也知道我是开玩笑叫他，然后只是很开心的回我什么啦，我才不，我没有这样子而已，我硬爆了。哦，你是说你的牛排硬爆了？我想说，突然看到我硬爆了，硬爆了！想说我硬爆了，原来是，等一下就这样啊。而且怎么讲，反正这个东西就是熟的人或是他的干爹妈叫 OK 啊。啊你们就是来路不明，突然不是来路不明，突然蹦出去开他玩笑，人家的底线当然是会不开心。等一下，我的装备怪怪的，先进去。哦哟，道具怪怪的，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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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要里面补死是不是？说啊，给你们看啊。哎，这么远可以、啊。好了，正常了，正常了。人大瓜。可是、欸、你要怪杰超哦，他到他在你这边，我看看你另外一侧。哇，我怎么会飞了？你跟我说。你刚跑到佛系旁边，然后我转过去，你才跑掉的。你看，预谋犯案。我天哪、啊！这能怪我吗？是。不够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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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说之前讲够够，你们都会听一下啊，就这次这么听话，哎，做人真难，我都吃好了，我都吃好了，不用吃了。啊，他刚好在下面，有，我的天，这个撞到柱子就下来。
欸，好了，撞完了。欸，不是，我在撞他，你刚好抓落死完了。完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帮我们靠边边吧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怎么知道那个位置就很完美啊？我就射了啊！哇，都不忍住欸，这样不行啦！天时地利人和的位置，我能不射吗？你告诉我，他的头跟上面的柱子就差一个头发的距离而已。那个0.01毫米好吗？我能不射吗？你告诉我，是你射不射？你告诉我吗？我一定忍住啊！我忍不住啊！我不是你啊！老杨，哦，所以狼人有奶妈装哦，有的话给一个赞。好，给个双击，一个双击。三连，屏幕点两下，让主播的视频。哎呀，标题要打的是"我是个吃播"，我是个吃播，不是播吃哦，是吃播。好疼啊，好疼好疼，没事，我很好，相信我，进我这一波。哎，吃了我撒到粉了。靠油啊，好痒哦。啊，没事，我很好。刚刚是被踩到脚趾头是不是？看聊天室的啊。够了，我的队友需要补血。你的队友追龙追得比较累。妈妈，我在他脚边晃啊。哦，我操！我忘记那个大刺身鱼是要怎么钓，就是钓大型的刺身鱼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难怪我这么少，那时候拼命钓鱼，好像是为了钓这个。那个不是有动物可以用吗？现在？你是说钓那个鱼的吗？哦，鱼双刀吗？哎，好像是哦，那个不是会固定给那个大刺身鱼？哦。那个钓鱼任务就很无聊、啊，很难钓哎、欸。是真的很无聊，不是啊，对啊，看天时地利人和，你是不是也射了？对啊，对啊，刚刚那个不太一样啊，对不起，哦，我后面有个王八蛋，他妈的一直打我。很好，很不好。飞扑！哇！因为我那时候捡那个钓鱼双刀，钓一只鱼钓了快11分钟。那个好像那个就是穿隐身衣装直接抓了啦，钓太慢。是哦，嗯，好啊，那我自己晚点去。来，哦，帮你吃。啊，怎么是狼儿？哦，你放弃了你的重弩哦，所以你们是他开那招的时候，你们是集体跳起来这样子。我就跟我做好了，做单打一样。
小巨安安。然后等等玩直播，我要玩传送和谁是杀手？好，加油！哎、欸，我没有了，宝宝。完了。哦，对啦，还在喝。我看还在那个弄虫子。感谢小奈布的超级留言。哎，你可以做好，快！我倒了。打到头，好爽哦！哎、欸，我尾刀了，行啊，怎么会麻到啦？很难，好了，需要补东西吗？我要啊，把我当什么？然后那边你要补就直接进去了，有啊，要也是可以啦。香菇剩四个，大水剩六个啦，应该还 OK 吧 ？OK 吧？哇滴滴！打不滴我不用补笛子哦，补一下吧。打不滴，我是说你们补好了。哦，我们在做，等一下哦。打不滴，打不滴。好了。好。好像，哇，好像我家兔子。东张西望，靠斜坡近一点，我要吹了哦。有点远了，他们。我知道。靠斜坡，靠斜坡，哦，狼儿有了。一个特大，二条，看到我啦！要找我？哎、欸，我烟雾弹丢到楼下去、欸，我的天！你这很会丢嘞、欸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我的秀！感谢洛言的港币，做功课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没事，没有吧？啪啪啪啪！有点危险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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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欢迎你们打粉，下来了。耶！我老在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安达的 C， 我船长很会神底，月球漫步连胜270。到这个，反正之前也想玩那个速叠，我下来啦，哈哈，是我啦，干他，哦，他上来，对呀，哈哈，是我啦，那时候也想练速叠，可是练不起来，就算了，年纪到了，等你到了30岁之后，速叠就输不起来了，输不起来了，讲过，不是速叠，是你。
就是你可以很快的用斜的方式叠方块啊。哦。那个就是你一失误就直接摔下去了，很难。我以为是速度之类的。哦。他不听，他不听，他不他。我靠你近一点好了。去。还敢转啊？猫猫的起不来之术之类的啊！啊！我起不来了。啊！我们要接近开始。我起不来啦！起不来。抱歉啦，各位，我先走一步啦。白痴哦，还没吃到饭，这样。猫的起步了，可以找月球漫步速叠。不是啊，我各种速叠都看过了啊，各种速叠影片都看过了啊。啊，你要知道，人到了一定年纪，要服老啊。对啊，毕竟都快四十岁。对啊，那不然为什么很多那个职业选手都在过25岁退役？就是因为正常来讲。一个人的黄金体验的呀，他的黄金岁月就是在25岁之前啊，就是还很多职业选手都25岁以后就是退役，这样，因为反应都会慢啊。我以前射击类游戏很强啊，就 CS 啊。现在玩起来就怎么感觉说啊，我怎么炮枪炮成这样啊？连 CSO 那时候我有上前百名哎、欸，就是 KDA 数值那些前百名，还有什么命中率、准确率啊，哦。你小五就会了，那很厉害啊！哦，我前几天看别人的台啊，就是他们在打LOL，然后可以让观众进来那一种，然后有一个12岁的弟弟去跟那个主播玩，那主播女的嘛，然后就跟那主播说，欸，因为那弟弟是玩姐，你给他走吗？先闪一下吗？不可能，来不及，再下来。继续说。嗯。还要说吗？还要说吗？还要说吗？等一下，我再吃。想说让你继续说，打扰你。我在讲嘛。然后后来就是，那弟弟，他有一个，那个他12岁嘛，就开始。到处吹嘘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他说：“姐姐，我 Apex 很强哦。”那个说什么？我们战队群组有500个人，然后他是战队队长。然后他还说：“什么用小号？我明天用小号来跟你玩这样子。”等一下，我换个子弹。然后后来就是说。就是说，有人说，那弟弟一个男生就说，那弟弟我会加你好友。弟弟说不行哎、欸，那个是战队的角色，要的话只能小号。我说对啊，我加你小号啊。哦，那我再看看好不好？然后那个主播就说，那弟弟我可以加你吗？那弟弟就说
好啊，三头的。那再來就是说，那弟弟我有个管理员，他是女生，可以加你吗？那个弟弟就说，啊，主播姐姐说可以加就可以加。然后后来就开始越吹越好笑，就是他完结的时候就跟主播说，姐姐我上六这个凯瑞你的，结果对面已经六人，他就说奇怪，对面怎么都六等了，我怎么还在三等啊？超好笑的，他也没讲错啊，他还没六嘛，他六等三凯瑞，然后他好不容易六等了，对面都已经十等了，然后就说怎么对面都没有软皮让我杀啊？对面就伊泽、好运姐、纳米，还有谁？好软啊！对，还有还有一个忘记是谁，就很好笑，就知道他在讲一些有的没的，但是就是都知道他是小孩子，没有去戳破他什么的。因为这段事情是我在开台的，然后是他们跟我讲说赶快去看记录档，很好笑，然后我就去看了。然后最好笑有一段是，就是他们也在讲的过程中呢、啊，就有些人说发生什么事情，他说那个你去看影片，讲就是观众 A 说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主播说去看影片，然后那弟弟就说好我去看，然后主播就说你不用看啊，你不用看啊，然后弟弟就说没有我要去看巴龙啊，他们可能吃巴龙，然后主播就说哦好那你去看，然后那弟弟就说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”超可爱的，这样我也好想看。要看吗？我晚点去找他的记录档给你看。好啊。我最近都喜欢看那个实况组啊，最近都在追他，追他的直播啊，不是追他。喂，好像很清楚啊。我讲很清楚了。因为他的聊天。啊，我清姑吃完，他的聊天室感觉就可能是超好笑的，就跟观那个会跟观众互嘴，有的没的。啊，滚！这个地方可以啊，可以吧？那一面墙应该够了，我就刚刚看一下。好、啊，我来喽！哎、欸，不行了！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狼儿，狼儿睡啦！他戳我了！哎屁的，跑来戳我！哎、欸，他竟然睡着，只能撞一下，不是只能扒一下？对啊，我以为。啊啊啊！你怎么也是一下就死了？我怎么也是一下？我满血、欸。我对啊，你满血啊，不然怎么会一下死？我也很意外，一定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、啊。也许。哇哦，冰色没了啊！我抓。好，抓。太早抓了，可恶。那我台是不是延迟很严重、啊？等一下看一下。对，是大了。啊？怎样？刚好飞起来的瞬间没有那个精华了。因为没上六，没有啦。我们在刚才讲故事，我的台词延迟还好。放他尾，刚刚尾巴没断。哦，他尾巴有点翘、啊，有点翘。哎，又很难戳，就是说干脆戳他左前脚、右前脚之类的。干嘛？
两张哎，哇，三张票，血海，然后两张团票局，感谢。我来看一下我几张好了。好，李子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枪去拿长枪戳他尾巴，硬戳的。繁星，你不会在？你怎么打字打到一半收回去啦？看不到啦？什么？你在船上、床上、船上、船怎样啊？好好奇哦，妈的！十张票。調子良さそうね。算龙结晶之地嘛？嗯，瓦解龙结晶的人，这不算吗？我就不知道啊，怎么会知道啊？怎么就没龙结晶任务了啦？想要的时候没有。那今天下午一大堆啊，可是今天任务都是珊瑚啊，不然就是要牙龙种啊。我吃爆头巾保险。报酬金。啊。好。不是生命保险啊，是爆头巾。我听得懂啊。尿尿，呀，尿尿。哎，阿雷狼龙的那个任务礼拜五之后还会在吗？看一下，那你查一下，尿尿。据点没攻，你把子看。哦，礼拜五就不在嘞。真的假的？你做了吗？哎，你说雷狼龙？嗯，雷狼。那多刷一点。之后再说，哎、欸，明天再继续多刷。哦，烂灰礼拜五也不在了。雷狼二，你烂灰还需要吗？要打趁现在啊！四个人都在，可以先取消这个打烂会，反正这个一直都在。哎、欸，你不会在玩船上和谁是杀手了吗？哦，还会玩啊，就只有哦，那太空狼人杀是不是？没有啦，从战士那个麦都麦快的。哦，对，想要谁是杀手？我们太空狼人杀就只有阿米狗会玩，我私下而已。Yep， 对啊。跟外国人沟通不好沟通啊，而且打路人，路人都前面随便乱投了，随便乱杀人这样，杀爽。对，所以要打烂灰吗？烂灰，看狼儿回来了没啊？哦，怕狼儿烂灰材料不够啊？没有，我叫不出来，谢谢。啊？怎么叫不出来？他说巨魔森林，森林我可以啊。他要叫力战钢龙，我可以叫啊。不是，我是说礼拜五烂灰就没了。你要先打吗？还是你要继续打这个？
晚点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晚点再帮他打。哦，他够了，两说他囤集财的，可以啊，你有囤吗？不然快没了。他是他应该是说，他说装备够啊，想囤材料啊，可以囤啊。不，嗯，听不懂了，听不懂了，听不懂了。反正他要打这个了。明天还明天还有了。明天最后一天啊，因为礼拜五八点就跟了。没错。那就更新前再发一波啊，早点起来啊。我是要上班，你靠的。没跟那么长，好，超长。看来在这里就被你戳到。你看，你那个是隔空戳，天生神力好不好？先用盾牌这样，没有耐冲啊。看人家我配耐，为什么你不配耐冲？耐冲不是要配一个一吗？啊？那个耐冲，草丛公要耐冲一啊。对啊，还会有霸体，好的霸体，走，霸体才会更，对啊，霸体才会满啊，你不配一的话，霸体不会满欸。对啊，我是神哦，你是神哦，好，我是没有，我是说，他都闪得掉啦，霸体不用啊，没有，啊、忘了捡石头，浮动一张插上去，直接撞他，这只会死吧？不会，真的啦，我说把他，我想说把他引过来的，好吧，哦、好吧，你坚持。他直接把我撞，我不动一转、啊，哈哈，别撞了吧。翅膀削到了，我好神。哦，他怎么是撞耐冷一撞呐、啊，白痴哦、喔。撞了，撞了。刚才是什么？他是平移、欸。他刚才直接平移下，他一个很平稳的躺下来。对啊，没错。虫虫，我以为你可以软化的哦，我真的被你气死。对，这街头在抢我尾巴、啊，没有，我没有抢你，我看，你看我有打了吗？我刚才是采精华而已，是不是？我想说我要软化，有人把我挤下来，后面上来又把我挤下去，我看来就该起采精华，又没跟你软化，那不是我、啊，不会不会。这个屁股那么高，其实是不是比较大的？完蛋！嗯，嗯什么？我被他从地板上突出来的冰墙撞到了。来，过来，龙龙，过来。我靠！下来再喝东西啦。哎呀，这边喝水。乖乖。怎么叫这么刚好？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嘛！刚刚就是不是要射了？刚被嘴说怎么要忍住不射？啊，所以你研究出来怎么在空中跳两次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也只会看影片看。那时候是看黑龙的影片啊，就超虫棍大师啦。你说 P 开头？我没印象，就是看到人家就是写说写个几分钟，然后什么武器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我在喝水。
Oh my god， 雨林扫一，影片减一，心好痛。起飞。不要撞吗？我撞啊撞啊撞！哎、欸，我准备说你中国人啊！哦哦，有一点那么中间呢、欸？哎呀，怎么跑回来了啦？没有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来看我，是、啊，是啊，真的会死，要数啦，没事啦。哎，又没勾到。啊，另外两位不是跑出 HTT， 那狼人在干嘛？吵架喽！吵架喽！是不是正在嚼牛肉会变笨啊，狼儿？我觉得我已经在上面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啊？哇，没事。还是你发现你不能嘴巴再动，然后顺便动脑？不是。这个很占 CPU 哦，都不能一直做两个事情。说吃东西吗？对吧、啊？不会啊，还比战雷妈的。哇，没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四颗，我以为只有三颗。Go！ 抱歉，我回来了，我太远了。酱高菠萝油，怎么了？没有菠萝油。我想说你的名字还能怎么叫？好的，好了。啊，倒了，最后一下。你是不是要吃吗？十分钟了吗？哎、欸，对吼，十分钟没有。对啊，你刚刚两个大一粒没了吗？还有一分多钟、啊。没有啊，我没的。看看要不要等吃完了、啊、出来。对啊，两个月前就是，那我就去采集。哎、欸，那我过去了。那我可以补吃大一粒吗？嗯，啊就没有号。不是啊，我是吃猫的那个啊，生命保险呢、啊？这样不算吗？
顺便包想要被去掉了。哦，他说我不能吃，不是时间还没到，我说我们等时间到。OK， 可以可以，没吵架，没吵架。吵什么架？谁会吵得赢我啊？哦。好像真的很靠背、欸，真的妈的，那是不是你PO的、啊？要认证的。妈的，那个人时间点怎么看都像是你PO的。自身鱼片，怎么办？身上满的，我还抓鱼，蛮低能。哎，有了，走吃饭。对啊 ，HTD。我就说我先去采集嘛，我要采古种十二次啊。这次直播到几点？十点。十点儿。好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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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难。直接玩麦快。在上面啊。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好热啊！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我看是太难哄，好了，哎，你怎么不见了？我的采矿啊！啊拍，他不是说古种？太久跑掉了。他不是说古种？不是矿也要啊？他就回飞回去了。妈的 HDD， 干啥嘞？就你，他很优雅、欸。当头不是他跑走能怪我吗？对啊，哦，没有想睡啊，他很优雅、欸，重打了，你看血量都回来了。啊，血量回满了，好的，可以撞了。好了，落死。注意哦，这场是专家模式哦。一开始少了落死哦，听起来也还好。不输咩？不输咩？都是打的。又吗？又吗？好，这次就饶过你了，我先走。哎呦！哇，篮球球！篮球球！我们去登记结婚吧。What the fuck？ 你不知道他们那一群的聊天内容多恐怖啊！你最近跟他玩，应该有常听到吧？我没有跟他们那一群玩啊，我只有跟他玩。对，跟他玩，但是你会听到他们那一群的对话内容吗？哦，有啊，对不对？很恐怖，蛮恐怖的、啊。都是兽圈的，都喜欢趴、啊，都喜欢趴野兽，不是野兽啊，喜欢趴动物。是动物团的、啊對啊，上次还听到伊布开腿啊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所以我才跟他讲说，你那边要给我关麦哦，你那边声音很恐怖哦，不只是冰箱恐怖，对话内容也很恐怖。我那时候听到兵一不开腿，我真的快吓死了。对不对？什么一字马的？对啊。我的无伤技能结束了，我帮你挡这一发。屁啦，我在你的另外一边哦。我说狼二。哦。哎。好险我。
转身一说。哇，那边好像他家一样，我天啊，你还要过去啊，很危险的。真是没得怕的。其他人呢、啊？那不关我的事。好、哦，看油膏，我就看着他，滋滋往下喷。油膏，加油，油膏，加油，油膏，加油膏。你该麻了吧？没有不麻的、啊。马达马达，马达马达，马达马达，不给给哟！让我麻一下，这是我的心愿。我今天生日愿望还没达成呢。今天生日愿望什么？你今天有生日？对啊。那你今天有吃蛋糕了没？还没，我是不吃蛋糕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不知道啊，啊你上次不是说农历生日要拿一堆蛋糕给你吃？啊对啊，结果我国历生日也没拿蛋糕给我啊，气死！说是我姐生日，那边找借口说我生日买，而且我翻那个日历，明明就不是我的国农历生日啊。哎呦！妈！完了，然后感觉要死了。好远，好远！狼球球。狼球球，快跑！狼球球，啊！酱油油，我在想为什么在，我在想为什么在这一区打那么久？想一想，他刚没睡，是吧？想要打到这一区，应该快死。打太久了吧？让你吗？马达马达！哎、欸，有了！终于麻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时候你要不要换笛子哦？我还没开始要搞笛子哦。有，我上次不是跟你讲那一把，那个跟这个技能一模一样，麻属性很高的。可是你有塞麻痹布吧？我没塞麻痹。哦。可是我把那个麻痹的克制全部升满，因为它可以克制那个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属性强化不是吗？它可以零件啊，它可以克零件。知道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克完会变高。偷偷吹笛子，哎、欸，到我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撞哦，可以撞哦，流口水哦。我在抓，这样可以撞啊，可以撞啊。狼儿还在转，我操你的！别刀明明就勾上去了，还掉自己下来。我觉得这是节操的锅。我就是也是狼儿的锅。好啦，没有啦，我的锅啦，要睡觉了、欸。应该等到回来。那我们走远一点啊，不是关不回去不是吗？他回来了。对啊，他走远一点啊，不然不会睡啊。那个乌总，完了，他是不是不睡了？哦，没，来睡啦，睡啦，太困。
但没倒地。居然，你一定没有在泡手珠。没有啦。哎、欸，这局长，居然，他时间没那么久了。一滴，哎呀。繁星，我明天生日，我的生日愿望是繁星能得到100万奖牌，不可能啊，不啦，可能啊，不过要很久啦。生日愿望也没有说一定要马上达成啊。对啊。谢谢你的愿望哦，我会努力的。我之前十万的愿望好像许了快三年吧，哈哈。这愿望也还没实现啊！我的愿望是繁星从淡水跑到台北车站陪我吃火锅，本来一直不来。你没有许过啊？有啊，我今年许的。什么时候？你跟我讲。妈的，你要吃饭也是上个月的事情好吗？订火锅前的前两天，我许的，我许的。我第二天回程的车上就看到你头哇101好近的，他就跟你讲说我这样要来回跑两天很累，讲几次了，我就跟你讲你来淡水嘛，反正都来台北了，来淡水啊，好远哦，对啊，很远吧。哇，头都没有，要怎么头？哎，我怎么不去？虚惊恐惧。不是说可以撞，可恶！我们他红了，他红了。他讲完过后，我太快了吧！我的天！我躺好了，我躺好了。他想搞死我！他想搞我！他想搞死我！你啥都干啥呢？我帮你杀，我帮你杀。哎、欸，咋咋？我回复。怎么那么刺激？然后躺好，我晕了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们死了。你也想打过冰咒龙？
可以啊，因为狼儿可以补啊，你可以来输出啊。听到没有？节操 H， 救秀也想打过冰咒龙、啊。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是你的生日愿望吗？救秀都派我们黑龙了。哦，你也住淡水？没有跟你讲那一天跟秀秀打黑龙，他多糟，拜托。来来来，请说，请说。他那个补没有间断过啊，比你那个还精准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应该跟他玩一场的，你去跟他打一场黑龙就知道了。不要，上次不就打过了吗？对啊，我们打过啊，我气死哎、欸！没有没有，他那一次没有玩，他那个补是哦，我跟你讲，对，人家还没扣血，他就在喝水，我知道啊，很准啊。哎、欸，你被你的那个。你知道你这样子如果打魔兽世界被骂吗？一出来的补量会被骂，你知道吗？补量一出会被骂哦。补到你没魔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为什么 ？boss 血量才扣到四分之一，你怎么就没魔了？”好险那一天秀秀允许我们过黑龙、啊、不然一整天都不会过啊。我们得到他的认可。哪有，我们那天也打得很闪好不好，场场保底一颗眼睛。我隔壁那个。场场保底啊。对啊。就是每个秀秀打一定会有一颗眼睛、欸、好强的。啊、然后我不是讲那个实况组吗，他就是我跟他讲之后他也有来看。他说快笑死了。就是那一场啊。不是切画面切回来，然后马上下去，然后你被呛到那一场，他也笑得很开心。现在先打金羊，先不够打冰咒了，打金羊吧。最好时间也够打金羊啊。不是啊，打冰咒也要打三十分钟啊，不然要打什么？对啊。不然刷猪啊，一场刚好。好啊。来场猪。现在有冰咒，晚点要来更新拔刀太刀，那刀你用好了？我第一把先做拔刀、啊。哎呦，然而你接的是，我竟然可以在集会所里面跳哎、欸！你会跳哈？你我之前也有这个 bug。对，我说你等下下播之后，你看一分五十秒，五十四秒，不一小时五十四秒，一小时五十四分。到底一小时五十四分了、啊，这是我刚刚在往那个餐厅上面爬的时候跳了一下。我也有啊，我没有乱说、哦，这秀很燥、哦。哎、欸，接错了，那个见面日啊，可惜没时间了。见面日，不然现在打什么？他接了冰咒。你插。不要冰咒啦，刚不是讲说不要冰咒了，金太太还是……啊、我想说，想说他是要接那个什么再见的雷狼龙，我以为嘛，奇怪、欸，冰咒没时间了啦，要关台了。那天秀秀一个人 carry 我们三个，我看到那个跳那个之前我那个跳也有遇到过，那时候也是。在集会所看到的，突然跳了一下。戳爆他！再会了，雷狼龙。
sorry。我没带陷阱。好远啊！啊！这这这这这！哈哈！弟弟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你超年纪还小。什么？这角度没有间切到啊！太小只是不是？哦，我以为我当机了，白痴哦！哎，那个你在报分、报时间，我会把你给 ban 了哦。已经有人已经警告过你说不用讲话了哦。我想说，看着你应该是第一次来，我就现在口头提醒你。不用特地讲啦，你在讲的话，你只会突然跑出一个三百秒的东西给你。打不到，我嘞，我操！去哪里 ？Master，
耶、欸！哎、欸，屁啦！要助跑哦。哦，每周这样还有剑哦，剑切都失败，都是因为这一招。要死了。好的，你都没有陷阱，哪有带吗？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一包香油、萝卜，好好。二十秒，二十秒，抛起来。啊，对，我有挖的。HD 怎么不讲话、啊？你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刚这边很吵。你在跟我吵？我刚这边很吵。啊，好，然后啊，我们吵架了、哦。对啊，我们每天在吵啊。明天在吵。每天在跟你吵架。好嘞，好嘞，感谢嘞。再见，再见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啦，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，明天没意外就是跟哈记影月还有阿旺玩那个上太空游戏、欸、那就到这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收台收台，休息休息，吃广告吃广告，深入将近，嗯，轰动，好啦，没了，拜拜。